来之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文艺，然后一个很轻松旅游的节目。然后来之后，我发现它确实是一个很文艺的节目，但是可能比我想象中要深奥那么一点点。后面的你告诉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？我们去到的每一个地方，我觉得都很有意思，但一定要说一个的话，江南长城吧，就很有历史，然后很有意义的一个地方。时间匆匆的话，我觉得确实很快。就我现在还觉得我自己很小，但是你仔细想想，其实你发现你已经长大了。对，就得去成长，得去长大。我觉得时间是个很神奇的东西。